接上集，我掉分遇到了一个炸队友，被禁赛了的木乃伊，于是我就带他进圈，没想到我打架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不见了，结果我找了一大圈都不见那个木乃伊，真是无语了，居然敢骗我自己跑了。哎，气死我了气死我了，骗我就算了，还把我的车给开走了，搞得我现在一辆车都没有，千万别让我再碰到你了。哎，有人，大哥大哥，别补我别补我。嗯，不补你也可以，给我一个理由。我可以告诉你我队友在哪儿。这妹妹真有意思，居然还出卖队友。真的假的呀？我队友就在前面，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。啊，好吧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怎么是你呀？你们认识？认识。哎，你们别聊了，快扶我，我快要没了。大哥，我被禁赛了，扶不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服了你这个老六。你俩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装什么？你不是被禁赛了吗？怎么，车会自己走吗？真是我队友带我走的，你不信你问他。我不知道，他自己开车来的，臭老六。听见没？继续编了你。我真的是被他带过来的，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谎话连篇！你这个臭男人，快点下来！我没装，我是真的动不了。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装多久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哼，你管我干嘛？小卡拉蜜，让我瞧瞧你有多能装！不是，你干嘛？快把车开走，我要堵死了！拜拜，我先走了，这回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哎，我真无语了，你就不能相信我吗？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没动，不行，我得再试一试它。喂，你想干嘛？往事沧桑，唯有爱是永远的生活，潮起潮落，始终不会深爱的伤。